喽。今天带你们去朋友家蹭个饭吃，他们准备要做蛋饺，然后顺路我要去一下超市，因为要买一只鸡煲鸡汤。我现在准备直奔生鲜区。找到了，好像都可以吧。我来拿一个这个有机的吧。对，应该 OK， 就它了。那我们就去结账。这就是你们刚才看到我从超市拎出来的那只鸡。先汆一下水，然后待会儿在这个砂锅里炖一炖。就我朋友家他们的设备特别齐全，然后今日大厨一号。我只是个大下厨。哎，我们还没姜子啊。No， 有葱吗？葱是有，葱是一大堆放，有够是够，够就行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鸡长得超级像一模鸡？美国鸡好像都长这样，就特别饱满。它要进锅了，哦，进去了，它没有卡住。这个砂锅还是很可以的。这个要煮多久啊？越煮越久。哦，那就炖到晚上准备吃饭。对，一直炖着好。我们要放什么其他的配料吗？葱姜放个八角吧。八角不是炖肉才放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放，我们家有啥就放啥。来放一片香米啥的。好，大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反正我吃不出味道，你们吃不出味道，你们自己负责。我有炖汤料。炖汤料是什么味？就是有什么当归什么的，就什么黄芪啊啥的。对，哎，可以放点枸杞。然后我还放两个枣子吧。可以，已经开始馋这锅汤了。很好，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喝炖汤了。这我把什么东西放？就是淮山吧。这个呢？不认识。放一个黄。黄芪就放一个，一个应该味道不重。嗯，这个是什么 ？I don't know. Ask your fans. 对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请你打在弹幕上。我们大厨二号准备开始摊蛋饺了。你会发现这个根本不是大厨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没关系，你有天赋。这是我们昨天包饺子的肉馅，现在我们真的开始准备摊蛋饺了。能不能成功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。好的，我们大厨一号说肯定能成功。好。此处非静止画面。翻过了，你不翻面了是吧？好像也是。哦，这个一看就不是黑心蛋饺了。Okay, girl, we gotta stop talking. I think you did well. Yeah, looks pretty good. Yeah, nice, nice. 这挺好的，我给你拿个盘子，拿个盘子。这个还好看。可以，漂亮了，漂亮了 ，OK 了。第一个蛋饺达成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如何。我觉得接下来就会很 smooth 了，我相信。Never know。这样可能会容易折起来。嗯，让它粘住。好，第二个搞定，这样啦。第三个，摊一个蛋饺，让我来看看，是不是要先加点油？嗯，加点吧。赶紧把它匀一匀。可以来，现在咬个肉馅，好良心啊。
现在开始有点担心合不上。是不是放那边会比较容易？试试看。啊！我觉得我肉放多了，咋整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肉的粘性把它封起来。补救一下。好像可以。一个非常胖的蛋饺，走你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不错不错。This is the one now. 你来猜一猜哪个是我的？这个是你的。哪个？哇塞，好准啊！你放的很多。我们的主厨二号又在给我们做啥来着？Affogato。是啊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嗯，我又特别喜欢吃阿芙嘎多，因为就是对，就甜和苦的那个平衡。我们马上就准备吃饭了，其他都无所谓。我们先下菇和白菜，两个只是没有那样的大开口砂锅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弄成火锅。Pittsburgh wine， 好喝哎。但是 grape 是外面 source，grape 是 grape 是 Lake Erie 的。那边 Lake Erie 就你们那边旁边。对，来吧，加油！看看啊，等一下，这然后呢？踩着。踩进去吗？对。拉。哇塞！是不是轻松很多？哦。这个好神奇！你只脚会不会这样就不平衡了呀？所以你可以换脚或者两只脚，你我觉得两只脚一起会比较好。我高兴的话就两只脚一起踩，对。好相机来，大哥都出事了，哈哈！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我们准备把它做成一个火锅样式的。那这个是在哪呢？这是翅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用吃，反正吃嘛。是啊。走。小心。不掉啊。来，大爷开个锅。我开锅啊。嗯。鸡汤火锅。来。鸡汤好满足。